知道今日出席嘅嘉宾同埋朋友咧，都系各位喺不同嘅阶段、喺不同嘅项目、不同嘅岗位参与喜福中心嘅建设，由建筑设计比赛啦、施工到今日落成启用，我系要衷心咁样感谢你哋嘅不懈努力，打造出一个世界级嘅表演场地。3, 2, 1